霹雳怡保一名商人在六年前因为伪造证件骗取600万令吉投资金，面对109项欺骗罪，法庭今天判处他罪名成立，监禁10年及鞭笞24下。根据控状，被告纳仁丹在2015年4月至12月以假政府文件欺骗45岁的哈菲祖，让他相信州政府要求向怡保苏丹拜农医院供应一次性医疗设备，受害人之后分别以支票以及现金方式交付20000令吉以及35万令吉给被告作为投资用途，被告因此抵触刑事法典第4207骗条文以及刑事法典第4471条文及4167伪造假文件条文。地庭法官判处所有刑罚今天起同步执行，不过被告的代表律师要求暂缓执行刑罚，让被告向高庭提出上诉，被告最终以30000令吉保外，法官也规定被告每2个星期必须到邻近警局报到。